金锦葵的吊环，倒悬锤，后摆上成水平的十字，压上成倒十字，后摆前去两周，后摆前翻成十字，压上成倒十字。 朝鲜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，虽然他们这支队伍的年龄相对来说要偏大一些，但是看得出来，他们平时训练应该是非常刻苦的。环上做得不错，得到了15.150分。